多谢你啦，我是今仔生日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唔若无感觉着快乐，等到就生气。啊，就因为有一个足白目的啊。这是因妈的酬劳五万，你算看卖着无？安尼一暗就赚五万块，加上小费，这敢会伤好赚啊？我有代志，我等下卡给你。无唔对啦，这是五万，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咧。哎呦，我唔只爱甲你说多谢，你确实跳到袂歹，而且身材嘛真好。以后若是阮饭店有这种需要，我一定会阁找你的。哦，好啊，等下。我提名片给你。好啊。你顶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吼。你是健身教练哦？是啊，而且我足专业的啦。你若是要健身哦，会当找我啊。无问题，那安尼过两天我再甲你约。好好好 ，OK。拜拜。拜拜。健教练。林小姐。要搞什么代志啊？你到底是偌欠钱啊？连猛男秀这种钱你嘛要赚？啊，若是有健身房的学生看到，伊会安怎想啊？伊要安怎想，那是因的代志啦。第一，我唔是用偷的；第二，我嘛唔是用抢的。我是靠我家己的能力来赚钱的，安尼到底有啥物唔对？搁再讲，拄只你嘛看到足欢喜，跳到真快乐啊！阮哪有看到真欢喜啊？至少你嘛摸到你想要摸的嘛。我才无想要摸嘞，有够恶心嘞！我看吼，是你家己跳到真欢喜，以为你会当卖弄你的 muscle 甲趁钱。安怎？这种钱比做健身教练搁较好赚着无？迄天我听到你讲你要带你女朋友出国去耍。啊！你女朋友敢知影你伫遮剪彩做猛男？你听到我讲要带女朋友出国去耍，你是咧含面哦？哎呦，莫假啊啦，我拢听到啊！你讲爱搁五万块才有够出国的费用，敢毋是？这个摄影师确实袂歹，把阮的婚纱照翕了足好个呢。安怎？婚纱照翕了袂歹吼？妍希，你相片要有备转了无？到时用看着要哪？你讲的别人敢是有这话？我才袂这样讲嘞！明知影有婚姻法，我哪有可能把相片传给伊？
让伊有证据会当告我迫害别人的家庭。你知影就好啦。我是惊你信第一件起来，到时咱学袂来啊。你放心嘛，这个相片我即个传予你。我爱你替我拣一张你上喜欢的，我想要甲伊印出来，放伫个房间。你是这个阿计要创啊啦？啊，即马手机啊内底拢放相片啊，啊你别看，唔是讲随时拢有通看。手机啊，我当然会放啊，啊不过房间我嘛爱挂，我唔管啦，你紧嘞，拣一张好啊。好啦，我拣好后甲你讲啊。多谢你哦，我嘛会拣一张我上喜欢的，到时阵咱两个人就看咱是毋是有拣同款的相片。三号。哦，先安尼啦，我拣好啊，你讲，来，拜拜。向凯，要拣啥物件？病院主任呐，伊讲叫我拣一张心脏超音波的相片，要做案例解析的啦。你敢买即摆就拣予伊？无遮着急啦，明仔载病啊，予伊就好。所以你即摆有闲啊？嗯，安奈啊？阮爸妈来啊啦，你敢要出来含拍一下招呼？免啊啦，花田看到我也袂欢喜啊。你甲因讲，我搁咧困就好啊。上好，莫搁生气好无？阮爸妈自你细汉就看你到大汉，因拢真了解你是啥物款的人，免哪有可能会有看袂起你的想法。咱拢是一家伙安尼，敢讲你袂安尼扣分一世人哦？扣分人不是我好无，是恁妈啦。小可代志定咧细细念念一世人，是袂顺咯。我妈的个性你嘛知影，伊就是安尼啊。你愈要甲伊搭哦，伊就愈歪替你。讲起来哦，啊，恁两个都同款个性啊。想甲伊同款。真好，不管怎讲，我妈是时大。你敢会看到我，啊，搁有捌在带囡仔面子上，去甲伊回一下实咧，讲几句啊好话。伊心情若好。自然就无代志啊！你着听我一摆嘛，好无啦？嫂啊，姑兄，这茶袂歹呢，加啉一下啦。是讲，嘉文就要叫郑浩这尔啊久，还阁未出来，是毋是无想要见阮两个啊？哎呀，哪有可能啦？可能还阁伫困啊，我来看卖。郑浩，郑浩，恁丈人娘来。爸妈。啊，那即卖是安怎？卖讲丈人丈母啦，就算讲出来见一个普通的人客。万免叫迄面相遮尔啊歹看着。哇，正好也无安怎啊，你免啊敏感啦，啊。你哪遐久才出来？拄啊伫困哦。无啊，我早起来。啊，正好拄才咧无用病的代志，咧甲人讲电话啦。哦。啊，敢处理好啊？啊，若是还袂处理好势吼，你唔免怪阮啦。啊，你说你无闲啦，啊免你吼，到时佮怪阮讲耽误着你的代志。哎呦，嫂啊，你有影爱讲笑呢？啊，正好哪会敢怪恁啦？阿姨。啊，无啦无啦，唔知影正好今日放假啦吼。啊，若较早知影吼，啊袂透早来叫了你休困。哦，啊，其实阮两个是顺路看一下嘉文。哎呦，公兄，啊，你讲迄什么话啦？啊，咱两家人吼，都敢那一家人同款，哎，那就顾虑正好啦，想要来就来啊。二
你误会，我唔是迄意思啦。我是感觉讲，两家人啊，亲还亲啦。啊，不过囡仔大汉啦，有因家己的想法哦。啊，咱做时段，对因应该有的尊重也是爱有。哎呦，无迄落代志啦。啊，正好嘛，知影讲吼，恁讲伊吼，拢嘛是为着伊好。啊，其实恁讲的话吼，阮正好嘛听在心肝内啦。啊，是讲有当时啊，伊的工课较无闲吼。无去注意到啦，若是有这個心就好啦。有啦有啦，啊，因两个人的手指吼正好嘛买啊呢，啊嘛有挂起哩啊，啊来恁看一下。哎，前两天手指挂伫手的，啊来拔起来啊，啊。手指吼正好嘛买啊呢，啊嘛有挂起哩啊，啊来恁看一下。哎，前两天手指挂伫手的，啊来拔起来啊，啊？无啦，寸笑就袂好，挂到枕头拢会疼。我昨暗真无简单，才甲拔落来尔。妈，啊伊迄手指也无全折啊，啥物通好摕出来锻炼啊？嘿，啊！你即马讲这什么话啊？啊！恁丈人丈母，敢是看手指的价值？啊！若未下吼，互劲较大个，哪会用拔落来就歹挂？免麻烦啊，我再去找就好啊。啊！你是要找遐东西啊？你若是有心找吼，我来开门啊。佳云，二姐，来，请进坐。哎。爸妈，你哪嘛来？真正就拄好呢，爸妈然后顺路经过，安尼只好今仔嘛休困伫厝诶。佳云啊，啊你哪会用走来？因为阮公司配合诶婚纱公司啊，昨上阮买回优惠券啦，会当去婚纱照，买当去全家福。我想讲二姐结婚诶时间就赶诶，无去着婚纱照实在足可惜诶，所以我想讲摕优惠券过来。看二姐甲姐夫有闲的时阵要去翕一下无？哦，哎，啊是讲这免钱的人敢会来凊彩翕嘛？袂啦，这间婚纱公司的口碑真好，我们才会甲因合作，而且人客对伊的评价嘛足高的哦。既然安尼，就千万唔当拍算啊！佳云，多谢你呢。正好，啊你啥物时阵有时间？我唔知咧，我时间做歹少咧。时间家己爱想办法啦。啊，即个也唔免开钱啊，你真正是赚着呢。啊，而且趁嘉文巴肚还袂大起来，嘛应该爱翕一下。对啦，啊，若等囡仔生落来哦，啊，顾囡仔就袂有啊，免哪有迄个心思去翕迄个啦啊。这是嘉文的好意，咱就来去翕嘛，好不好？好啦。那么时间我来瞧看卖啊。无我看安尼啦，啊，正好时间遐歹瞧吼，哎，伊今日拄好放假，无假来翕啦。今仔日，妈，我安怎？啊，你唔是讲你今仔日放假要好好睏一下？啊，你唔通讲哦，啥物病院有代志，要阁叫你转去哦。今仔日呢，我今仔也无培养人客。安尼哦，哇，真赞呢！啊，亲家亲嘛伫个，无归去吼，咱来翕一个全家福，安尼好不？我嘛爱去哦，免啦，有少年人翕就好啊，因较重要啦。哎，是啦，阮两个老唔免去啦，啊，免得吼互各人怨啦。啊，到时来翕了无好，啊，就搁怪阮家来。袂啦，爸妈，二姐啊，佮二姐夫艾琳都袂赴啊。我感觉月阿姨提议袂歹呢。是啊，爸妈，咱大家做伙来去，安尼较闹热，嘛较有意义啊。是啊，咱做伙跟月阿姨、二姐、二姐夫来去全家福，留作纪念，
啊，若无要等到大家拢有这个时间，唔知还要等偌久呢？是啊，咱实在遐久吼，敢那从来唔捌吼爱大家做伙翕相呢，莫阁提示啊啦，来去啦。好啦，爸妈，做伙来去啦。啊，都既然大家拢安尼讲，咱做伙来。你讲好就好啦。我着还是转来换些衫嘞。啊，你我帮你安排。安尼好啦。我拢也无准备啊。你是要准备啥？我着穿恁丈人顶届送你艺术西装就好啊。爱记个手指爱挂哦。妈，我感觉有淡薄忝嘞。忝啥啦？莫阁讲啊，紧去换衫啦，紧去啦！